我没有一个程序会偷懒欸，所以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也没有哪一个程序做得很夸张，所以整体来讲时间也不会说真的很长，就是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保养，就这样。猛爆性的出油，还有就是粉刺，因为我是油性皮肤，当然我觉得现在年纪大一点又比较好，我必须在全部的清洁到保养的成分里面，有智慧的聪明的去挑选哪几样可以有酸类，然后酸类的比例必须不能太高，就是要有一个平衡，然后才能让我的夏天就是脸的状态是稳定的。其实我很勤在擦防晒欸，我劝大家就是你买防晒油啊，那些什么 PA 加加加啊，或是什么 SPF 多少啊，你要搞懂那些数字和英文是什么意思，搞懂了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擦才能发挥它的效果。对，如果你完全搞不清楚的话，你可能就觉得没用，可是其实是你擦的方法就是错误了。说实在话，我的化妆包非常的无聊，因为我其实不太化妆，可是我一定会带润色的护唇膏，或者是很滋润的唇膏，就是等于说我不用一定要带着护唇膏和口红，应该比较是珊瑚色吧。我前阵子很喜欢偏紫色的，或是偏桃紫的那种，我的所有的搭配想法都是一样，就是甜心之中要带一点个性，我就会觉得这就是我，所以会偏红的橘色。